幾多射中？號三分起手，24號籃板出色。大家聽到我呢句説話嘅時候，代表你已經睇咗四節啦，恭喜你！你已經忍受咗第四節。大家有趣味噶嘛？42起手，2分。佢連上季下次個開始係幾多？八號兩分起手，24號籃板，望咗啦佢。有，当然有了。现在是20号，起手2分。应该跟我一样。唔知讲事啊，要讲咩话？系啊，我谂佢讲唔讲。你们是要请求普通话？我可以的。42号篮板。可以。咩篮板？六号篮板。6号2分。안녕하세요지금은6号偷球2分。我叫偷球。8号 steal。好。6号起手。32号篮板。
我識睇呢個。十號兩分起手插向零號 block。三十四號三分。拜拜。六號兩球罰球，犯規嘅係黑色四十二號，黑色四十二號，黑色請求暫停。而家嘅比數係38-24，白色暫勝。好似想演唱，點解請求？佢啲買間講鬼故呢種。咁而家係心靈諮詢咩？而家我係大家嘅心靈雞湯。飲咩飲？想跑過嚟啊！我要問你。有我芝芝為大家打氣打氣。呢度係。芝芝的心靈雞湯，而家由六號發射罰球，六號一中零，我想講發射罰球，咩啊冇入到啊？入咗，啊 sorry， 呢個你都快啲講波，都唔明你波可以點樣講波？啊唔係，我唔係要講波嘅咩？係啊，即係可以咁樣講，用我自己的方法演繹。好啦，而家是14號的進攻時間。6號嚟啦，哇，咩嚟噶？插牌，零號，42號起手，哦，去咗邊啊波？炒得啦，做邊位啊？好起手三分入波，一直吹你落嘅三分波，好啦，仲有大约一分半钟嘅时间，第二三分。篮板啦，篮板中啦，烧埋一次先。喂，又攞到一分钟，24號两分，都系得四分。32號篮板，六号起手，20號起手。哇！六篮板，十秒，廿秒 still， 5秒。Thank you.
比上四十六對二十六白色勝出。